朝鲜星期五试射火星17洲际弹道导弹，然而各方关注的焦点并非这枚杀伤力庞大的武器，而是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第一次带着女儿公开亮相，手牵手巡视导弹发射基地，让人感到惊讶。朝鲜问题学者相信，金正恩决定正式让女儿曝光，显示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是时候让全世界知道女儿的身份。根据朝中社发布的一组照片，可以见到身穿白色棉袄的金正恩的女儿拖着父亲的手在宽敞的导弹基地巡视，两人神态亲密。不过由于照片是从远处拍摄，因此难以看清这名少女的相貌，朝中社也没有披露她的名字。据了解，金正恩相信是拥有两女一男共三名子女，其中一名女儿疑似曾在九月的朝鲜国庆典礼当中出现，还领头献唱。与金正恩一家关系友好的美国退役篮球健将罗德曼在2013年到访朝鲜时，声称金氏夫妇有一名女儿，名叫金珠爱，外界揣测她目前约13岁，相信金正恩有意培养她成为潜在的接班人。